市长、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我是台湾南部恆春民謠促進會，我的老师陈英，伊是足欢喜受教育部的肯定，得到这个真光彩的这个贡献奖，伊才是足感谢，我那足欢喜，很开心，真的开心了。所以，伊今仔日伊袂当亲自来到家，得这个光彩。但是，伊受到各位吼的这个祝福关心，甲各位报告，伊顺利地恢复健康。民谣恆春有名民谣，咱知恆春是四季如春，但是回起来，民谣拢是伫东面，加在有阮民谣宗师。这个丹德老先生，个做先起的朱定顺老师，伊个挂感恩，甲一挂真坚持，真无放弃，才先辈坚持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好运。第三十三当中，咱的前馆长朱启宏先生，伊来出大力，甲这个差不多伫嘉禾病房的民谣下当药，吼、哦。用国际民谣来带动啊！这个中间受真侪人的帮忙，譬如讲台北的陈明章老师，啊，甲南部殷永仁老师，因的指导甲带动，甲一挂真侪新政府部门的带动，啊，甲现任馆长会继续的支持，阮十年，阮风华再现，你甲大家多谢啊！希望大家继续甲阮支持，甲阮鼓励。让阮会当讲啊，搁再较进步啊，要来用这个民谣，甲大家来这个分享，啊，甲大家来结亲情，希望继续能记得，请来恆春佚佗，谢谢。大声唱好，谢。